那今天的话就，因为人也不多，可是我们还是要那个坚持下去，就我们几个，没有关系，长夜漫漫，我们会一直待在那边唱歌，然后，好，不知道跟你们说些什么好，就在这时间点可以看到你们。除了感谢，还是感谢。嗯、谢谢。再唱一首，台湾的一个乐团叫九二九乐团的歌，有首歌我很喜欢，叫做《圆圈圈》。可不可以再回头？
可以帮跟大家打些广告好了。哦，我们其实昨天刚经历一场那个万青，大家有认识万青吗？就万能青年旅店，一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乐团，然后也真的蛮，我觉得真的超好听的，就是那个整个声音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三年前或两三年前就一直有在放他们的歌，然后也很希望他们，也很希望听到现场的，然后也蛮惊讶的，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听到现场，说惊讶吗？就毕竟我们这是展演空间哦，好像真的是蛮有机会的，可是就感觉真的还蛮特别的，就是那种有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好，现在就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唱他们的歌了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狂放了，所以对。那其实不知道有没有外县市来的朋友，你们是外县市来的？哦，哎，真的一半一半的哈，跟我们摄影师比起来的话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猜对有奖哦，哎，好有意思哦，因为平常都是我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我就会玩有奖征答，结果现在好，那我们通通有奖哎。哇，天哪！哇，这样的话真的是，下次有什么艺术拍卖会可以找你。那这个好，我看一下，你说几句话，让我那个听听看你的腔调。腔调。对。讲话就是这样。你这样照我讲，我就故意了。你是北京来的吗？不是，台湾人。台湾人。应该是高雄吧。再上去一点。再凉一点。再凉一点，嘉义啊。哪里？台中。耶。圆圈圈，好，那我们再唱一首歌叫《广场》。广场是中国的一首民谣歌曲，算民谣吗？应该算，就是广场，就是描述，因为广场其实会发生很多事情的地方，除了溜冰啊、溜滑板以外。也很会集结啊，集会游行之类的，那广场就是一个，等于是可以看到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啦，是可以见证一个地方的历史，就是从那个广场上面的聚集的一些行为的。你会被教育成一个
子不就吃喝拉撒的动物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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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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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请你不要相信他的爱情，你看黎明还没有来临。请你不要相信他的关系，他的手枪正瞄准你的胸膛。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，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挽歌。被教育成一个坏人，见死不救吃喝拉撒的动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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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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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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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。Thank you.